那但是我们这个支架，我们这个支架是仿这个照相机手柄啊所设计的一款这种啊磁吸式的拍照支架。那我们这个这背面的话是 MagSafe 这个磁铁，然后直接可以跟苹果系列的这个12、13、14是可以直接吸附的啊，看一下，对吧？可以直接吸附的啊，不会掉。然后这个地方是开关按键，开启之后连接手机蓝牙啊，连接好了之后，这个地方就可以使用这个拍照功能跟摄像功能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手机的话是任何这个机型都可以使用的。任何机型都可以使用它，包括这个其他安卓系列的型号。比如安卓系列型号，它背面没有这个磁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贴个铁环啊。我们这个包装里面会有送赠一个铁环在里面，那我们直接吸附啊，磁性是很强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磁性是非常强的。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的话，就是做一个自拍杆、自拍器的一个功能，主要是这个拍照功能啊。这个可以做这个桌面支架，能问的。然后的话，连接上这个线之后的话，它可以作为这个啊无线充的功能，看一下啊。